石头工厂差不多有300多间啊，平均两个都有一个在做卖啊。以前大家在开玩笑，结婚30年后，阿仔做的困无3个月啦。讲哦，大家拢真有效率，困3-4个月尔，大家拢变3-4个囡仔出来，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查甫过暗时，太太过日时。我伫石头做卖啊，当那高低最低啊，有诶做30几年啊，毋捌拄过像今年遮歹。包括遮做手工诶女工啥吼，真正需要这份诶薪水。食到遮大汉啊吼，毋捌遮尼悲观过。暗时啊，等阮太太去困诶时，我伫楼顶是准备要写遗书了。基本上我是很乐意去帮欧高兄，他的东西很好，就只差我们的包装。我明年3月的话，我要直接去打我自己的品牌。他自己要去接单的，他没有做代工，然后是不是很多老板就不会找他代工了啦？我要的是说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就好了。你反正你一摆机会尔啦。一个品牌要杀滚来，就无遐容易啊！我这一箱卖50，搁保固6个月啊！啥啦？不管今仔日，我都赶巴拉来呢，我都赶水蜜桃。你讲卖50块呢？同学要不要填个问卷？我们送好穿的袜子。我袂讲要做个上大，做个上迄落，唔过我会个代志做个上好。咱无后台，咱一定爱靠家己。做任何代志，拢要比别人搁较认真啊！我想要跳出来，搁抬一摆球。